今天是我们入住寝室的第一餐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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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做饭的辛苦了。开吃吧，开吃吧，开吃吧！啊，受不了了，好香！我炒的土豆是挺好吃。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你们好会搞事啊！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一天的实习生们正在享用他们的晚餐。哇，真的辣，好爽啊！这个包菜。真的吗，我尝尝。你能吃辣吗？我是四川人，当然能吃辣。味道还行哈。很辣，很爽口。是，我还怕放的辣椒太多了。炖炖的这个好吃。炖炖的这个。就是今天晚上最猛的菜，而且这最正宗的大盘鸡了。哎呦，太突然了。真的好好吃，好香，好入味。我的天哪！你那边尝一下这个鱼吧，要不？这鱼好好吃。真的很好吃，来。我不想要你的鱼，我想要你的鱼生。你好油。做的不是鱼，做的今天做的是鱿鱼。鱿鱼。好烂，好烂，很嫩，好吗？真的很嫩。说实话，这才是我们真的第一次坐下来好好一起吃饭。是啊。是的。哎，你们第一案考核的怎么样啊？太艰难了，倒数第一在这里。我的兄弟是倒数第二在你旁边呢。我想听听你们第一案考核下来的一个感受，分享分享。那我说一个吧。我觉得在团队合作里面，中间我们会有很多分歧，然后就要互相说服对方，最后拿到的结果一定要是一致的。在汇报过程中也要相互佐证，我们就是你们的反面教材。那个萌萌，要不咱不撕了，咱出去。确实，我们就是。你确实是确实哪一个？就是雨欣刚刚说的话嘛，就是我们最后的结论跟就是两个组是不一样的，跟雨欣出去以后没有一句对话。其实我有说，我说我们前面表现的其实还可以，然后大家说天低了，然后我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然后我心情也很down嘛，毕竟是一组的。我们当时考核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案是冻死。对，我看了。当时沟通的时候可能还没沟通到一块，因为当时我针对这个案子都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思维去思考，他就会引导我很多，所以我们刚开始动死是也有分歧，但后面也是慢慢的认可，所以考核的时候也不要用分数去影响自己。你们大家就先吃着，然后我老师来了，我可能得去见他。安心吃饭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长生，早点回来啊！哎，好嘞，一定要。常回家看看。好嘞，乖女儿。哎。什么？你们这个关系？哎，忙。忙点好呀。我有点跟不上你们00后的一些想法了。哦，我的上帝呀！哦，你这只愚蠢的土拨鼠！我要用我的靴子狠狠地踢你的屁股！那真是我的荣幸。哎，你觉得酒驾这种行为是不是特别不可取？当然。那你酒驾吗？我不酒驾。哦，那你可以取。胡子，你会失去你的好朋友的。那个，你也是张阿姨介绍过来的。就是，她说你那边就是情况还可以哈。我的资料你都看过了吗？看过了。我的情况你大概也就是了解了吧？也了解。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哦，我觉得你人挺好的。有没有房啊？有没有车啊？户口在哪里啊？那我待会儿问一下。展示你的实力啊，给他看看你的银行卡呀，快点啊！随时开演，随时开演。虽然我手机没电了，但我真的很想放歌，但我不能放歌。为什么吗？因为悄悄是离别的笙箫，夏虫也为我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
好了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收拾收拾收拾收收收。墩墩，你把那个里面的菜汤还有菜处理之后，把那个盘子给我就行。好贤惠啊！我们厨房里来了一位田螺姑娘。还有弄好的吧？有，这边来给我，我先都洗第一遍。我倒垃圾吧。